女士們，如果你們經期前很容易水腫、眼腫或者腳腫，來經的時候很容易肚屙，平時又會手腳冰冷，那就對了。今次介紹一款又方便又好味的飲品給大家。在這款飲品裡面，肉桂能夠溫中散寒、活血、健胃、止痛，而生姜、連皮就可以加強利水消腫的功效。這款飲品有助改善經期的不舒服之餘，還可以加速新陳代謝，想輕盈一點都可以。做法很簡單，將肉桂粉、生姜片加入熱水裡面浸泡15分鐘，最後加入蜂蜜就可以了。